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日前爆料，在台北市长柯文哲竞选期间，曾亲眼见证多场收钱场合的柯文哲竞选办公室前主任、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拟参选人萧亚潭，昨27日在脸书表示，如果内湖南港区四个现任议员的支持度位中后段，他认为竹营饰品柯文哲让绿营支持者失望。萧亚潭在脸书萧亚潭网络总部 PO 文表示，他就有限资讯来讨论，如果内湖南港区四位现任议员的支持度是中后段，他分析主要原因是这些人在台北市挺柯，这让绿营支持者心灰意冷。萧亚潭说，大家需要提供绿营支持者一个新选择，就是跟他一起旗帜鲜明的反对柯文哲，让柯文哲在政治圈消失，北京才会老老实实的跟民进党谈判。萧亚潭强调，反对礼让柯文哲，并呼吁民进党要自提市长人选。认同萧亚潭的网友也在文章下留言，坚持理想价值，想起朱高正，想想柯文哲是否朱高正第二，这是快20年的人吧，乡民都不知道，跟柯皮开战就对了，其实是够烂的，应该要换人了。